雨天气，多个镇街发生内涝。湖门博，我天哪，一片汪洋啊！雨天气，多个镇街发生内涝。湖门博冲社区一辆汽车在水中自燃，随后消防赶到救援。博永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火灾已扑灭，无人员伤亡。有道路隧道被淹没，几乎成了河流，部分路段积水到胸口，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。那真的不只是深圳啊，广州啊，东莞啊，惠州啊，珠三角啊，恐怕都是一片汪洋了，造了大灾了。